就是洗碗工服务生有点脏脏的这样，我刚买了用颜料，然后想颜料可能会太深，然后就想说不然就拿红茶好了，这样送餐会不会太脏？我觉得那个木星啊，基本上他每次做事一定会搭配一些口语化的一些词儿。有是有哎、欸，这有哪有这个有这个有。我今天有给自己一个 dress code， 情人严选的 TGOPT shirt， 还有情人袜袜，好不好？今天是服装组，还是要给自己的 dress code， OK？ 这次 MV 需求呢，是在一个唐人街的感觉，就是叫中国风古色古香，然后给我们查了很多间，最后选上这间黄平餐厅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像这个屏风有没有？我本来要偷偷跟那个公关姐，她说没事啦，这问总经理也挺懂这样。就是她其实每个东西都是，她摆设起来都是很漂亮，而且很有纪念价值。重点是餐点很好吃，叫我董仔就可以了。刚刚大家应该有拿到一张歌词，那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需要大家对嘴，熟悉一下音乐之后，就会帮你们放音乐，再给大家多听几次。今天摄影师威霆哥辛苦了，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也是他主摄。看你是都手这样子挥的状况，有没有？被勒住的人跟我自己连反应，还是没有？这样子呢？就是刚刚有点跳电的小状况这样子，我现在担心如果那个桌子碰到直接裂，我应该被美术组骂死。真的啦，文具要很薄了。美术先生，你是我可以白头翁的美。三二，这。哎，不是，别翻，别翻，别翻。你刚刚那场戏是真枪实弹的，没什么。有啦，还是有带，还是有带，背有一个。拍戏不要受伤为原则的，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白天最大的场面是什么？就是大乱斗，一次要控67位演员，这是我们目前挑战最大的挑战。一个失控就是怕有人受伤，有人出意外，千万不要有人受伤。那如果正在进行中的一些危险动作，有什么事情是需要避免的，就马上呼吁加我有没有之类的。那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受伤。所以我现在要你们，演的情绪是，这是暴风雨情的情绪。你们现在是有点冷战的状况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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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需要换一个。那个，不行不行，我有衣服。那个，别太说我是衣服。可以看到你的表情，他们也在卖吗？没有，就是最后一个。李玉玺第一张专辑的限量，听说全台就只剩这支，大家可以找找看，然后签这样子。看他甩的感觉可以吗？好凉哦。那美术组认真扫，准备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上，整理。水哦。染这样很好看。哎、欸，染哎、欸，染这样很好看。染掉很好看。没、欸、有、欸欸欸，我说染这样很好看，染这样。这边是已经是浅的，它撞过来就饿、但是不要，可以撒一点点出来。你们全部站起来，往中间要去打浅。这镜头呢，是从上往下拍一起，你们也是一样在打架，也是你们在抱着云霄中。不要嗨，不要开心，我要做到这个镜头的中心站。生气，但是还在拖云霄。今天很开心呢，来到了这里饰演李玉玺的。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饰演李玉玺。玉玺来，来，好，
现实中的庄人是他下一句，但今天在 MV 里面饰演的是好兄弟。好兄弟是谁？好兄弟就是在台下默默的看着他成功，也很开心。哎，谢谢，辛苦辛苦，非常辛苦，谢谢。石头一直吃道具，吃番茄，吃三颗。那个画面其实，你要不要来确认一下？来，那个玉阳帮我 play back 一下，看到底是谁吃番茄？吃道具啊，吃道具。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领带最正确上。他现在目镜已经累到了，你有很累吗？我不累啊，看起来累吗？看起来超累，看起来很累啊。你看尼克看起来精神状况就很好。对啊，你很累，其实我很累。其实是因为眼睛，大颗。那我们在示范这个桥段叫做这叫什么？三色胶。但是我刚刚觉得玉玺很适合这个茄子。你应该换这个道具，那你是比较适合小黄瓜。我们这个桥段呢，好讽刺哦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没有啊，如果是要贴一点的话，我应该叫。我是觉得下面还有一个。你不要拿晃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